天童又失踪。唔使几耐就得噶啦，再过冇几耐，我哋计划就会达成噶啦。唔好啊，唔好咁啊！黑暗绝招，你话巨蛇炼幻刃，好啊！黑暗绝招。龙王长咬技，烈焰射手，而家所有嘢完全都喺我计算之内。江银河同佢一班好朋友喺陀螺手大战呢个舞台上面受打击、受摧残、受折磨，咁到咗最后，佢哋就会放弃，然后将佢哋嘅绝望都奉献俾龙牙大人。而家仲有两场赛事就到决赛，你哋一定要俾心机，为龙牙大人所创造嘅新世界努力。冇错啦，喺实现呢件大事之前，仲要搞掂埋嗰件小事先至得。陀螺手大战终于都嚟到准决赛啦！究竟剩翻嘅四位选手，边两位可以攞到决赛嘅两个席位呢？首先，准决赛第一场赛事，由江银河选手。对水地灵士选手，对狂毒巨蛇嗰一种将对手打击到唔可以翻身嘅恐怖手段，江银河选手会点样应付呢？银河，烈风天马嘅马蹄会踢死呢条毒蛇，定抑或毒蛇嘅牙会咬住烈风天马嘅嗰对翼呢？各位观众，你哋真系唔可以错过啊！然后准决赛嘅第二场赛事。是由盾神惊痴选手对龙牙选手，呢场都一定是恶斗嚟啊！复活暴风的狮子和黑暗的龙，究竟哪一个会留翻喺度咧？惊痴首领，我对你很有信心噶，我知惊痴首领你实可以捉龙牙。咪乱讲！我惊痴首领唔系可以，我系一定。我系。我亦咁尽力同龙牙对战，可惜都要输俾龙牙。不过我一定要赢呢场对战。搞掂，好，随时去得啦。好快就到，你同水地灵士嗰场比赛咯。呢个人同银银对战嗰阵，唔知系咪都会咁做咧？你要加油啊，银河。不过佢出绝招嗰阵，你一定要小心啊。健太，你哋做乜嘢啊？我都仲未比赛，你哋就咁嘅样，叫我点打？但系，冇错，水地系一个强敌，我同你哋唔同，我冇同佢交过手，同佢嘅狂毒巨蛇对战，究竟有几恐怖？我真系一啲都唔知。不过对我嚟讲，最可怕嘅事，并唔系水地嘅陀螺。吓？我觉得最可怕嘅事。在准决赛度输咗，入唔到决赛。哦，唔理系龙牙抑或系荆齿，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嘅对手。银银即系银银啊，冇错啊，银河一定要打入决赛先至得啊，唔可以喺呢一度输俾水地噶。嗯，我一定要俾嗰个水地都见识下真正嘅陀螺对战系点样噶，玩陀螺系要开心噶。
银银真系好唔简单啊！无论几时都咁积极嘅，打低水地绝对唔成问题嘅。就算龙牙都一样，冇错啦。等呢个大赛完咗之后，我哋要揾银银再同佢对战一次嘅。唔单止银银一个，太太啦、便便啦，佢哋个个都要。你唔使谂啦，天同佑。啊！大道志，真系好可惜啊！你呢个愿望系冇可能实现嘅。咁讲系咩意思啊？我系专登嚟接你嘅，龙牙大人等紧你。佢做咩仲等我？乜你唔记得我讲过咩啦？吓！我话如果你可以打败水地嘅，我就会俾你做翻个自由人。不过可惜你嗰日根本就冇将水地打败就私自走出嚟，你一定要跟我翻去接受龙牙大人嘅惩罚先至得啊！健太，冰魔，你已经冇事啦？系啊，因为一阵间银河就要同水地对战噶啦。我又怎可以仲瞓喺度？银河在召集室啊？嗯，如果见到冰魔你好翻，银河一定会好开心嘅啫。啊！好，健太。嗯。阿尤，阿尤，我要将天同尤带翻去暗黑星云。唔好啊！系咪好心急咧？陀螺手大战嘅准决赛第一场赛事好快就开始啦！首先出场嘅系中意将对手彻底摧毁、恐怖嘅陀螺手水地灵士选手，跟住系会令身边嘅人充满热情、满腔热血嘅陀螺手钢银河选手。咁究竟钢银河选手炽热嘅陀螺手精神系咪可以令到水地选手嘅恐怖消散呢？俾心机啊，银河！吓，阿尤佢，我谂大道志一定要佢做龙牙嘅食物啦。阿尤同你染天平，剩翻嘅少少力量都弊啦，要去揾银河啊！唔好啊！点解唔好？银河呢一场赛事好重要噶，唔可以去骚扰佢啊！但系银河好紧张佢嗰啲朋友噶，如果佢知道咗嘅话，佢一定会放弃比赛，然之后去救阿尤噶。我哋想去集中精神比赛啊！喺比赛结束之前，呢件事唔可以俾佢知噶。我哋一定会将阿尤救翻嚟噶。但系，健太、冰魔，千祈唔好有事啊！我今日要帮健太同埋冰魔报仇，利用恐怖嚟打低对手嘅对战，要喺呢场赛事度结束。我好开心，我好开心啊！钢银河，我终于都可以同你对战啦！我一直都期待呢一日嘅，期待可以将你同你嗰个烈风天马彻底咁摧毁啊！已经唔记得系几时啦。第一次见到你嗰阵，你成个人都散发住光芒，啲光芒真系好眨眼，我几乎连眼都擘唔大啊！由嗰阵时开始，我就谂无论如何都要将你打败。唔知你俾人彻底打败嗰阵个样系点嘅咧？嗬，支离破碎嘅烈风天马，唔知仲可唔可以闪闪生辉咧？嚟啦，即管全力攻击我啦！我会将你所有嘅嘢都摧毁。就算你唔敢讲，我都会全力对付你。你系咁就啱啦。各位观众，我哋开始啦！3、2、1 ，Go shoot！ 吓，华丽白羊可以作战啊，冰魔。多得阿元帮我整翻好啫，佢而家已经冇事啦。你嘅烈焰射手点样啊？咁我明白啦。如果要对战嘅话，就交俾我啦。你负责去救阿尤啦。咁嘅话，
靠晒你啦。对暗黑星云嚟讲，最重要系要达到目的，佢哋唔会理系敌人定系自己人嘅。你等我啊，柔，我一定会救翻你噶。亲身体验爆旋陀螺大赛气氛 ，WBBA 特制终极电动陀螺盘火热登场，超激烈对战，超速回转，超兴奋感觉，胜利挑战！爆旋陀螺钢铁战云，加埋数码化石器，威力更强。你出嚟啊，大道士，还翻阿柔俾我！阿柔你喺边啊？阿柔！两位客人唔好意思，吓、啊！陀螺手大战举行期间，本大楼会暂停所有业务，所以请两位第日再嚟过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就自己四围揾下啦。嗯。咁做法真系麻烦啊！主人，而家喺大堂有两位客人要见你，真系麻烦。我啱谂住出发睇钢银河同水地嗰场好重要嘅准决赛赛事，请问点做至好啊？啲咁嘅不速之客，就照翻平时嘅规矩嚟做就得噶啦，美利斯。我知道点做啦，主人。做乜嘢啊，水地？你如果唔嚟进攻，我就喐手噶啦！去啊，烈风天马！碌咁样嘅，点解嘅？力量点会咁强啊？水地使出的攻击同对冰魔剑太嗰阵完全不同噶，唔通佢喺狂毒巨蛇的力量又增强了？点样啊？觉得狂毒巨蛇的真正毒牙点样？你话真正毒牙？冇错，话俾你知啦，我的狂毒巨蛇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样子。咁耐以嚟，我用嘅狂毒巨蛇嘅族心，都系要嚟抵抗对手攻击嘅防御用族心。不过将里边调翻转，就会变成撕裂一切嘅攻击用族心。咁即系，咁耐以嚟，你都冇将你嘅实力展示出嚟。我今日就要俾你睇下狂毒巨蛇嘅真正恐怖到底系点样。阿柔，你喺边啊？阿柔，你应下我啦！阿柔，阿柔，暗黑星云，唔好意思喎，我哋今日冇时间陪你哋玩啊！喂，小心啊！白人，阳光炮！嘿，借嚟用下。都不可以好似烈焰射手咁样嘅。呢一度等我嚟应付啦，健太你快啲去救阿柔啊！冰魔，快啲去啊！你做乜嘢啊？烈风天马嘅实力原来得咁样噶咋？银河，如果被呢啲攻击打中，会好危险噶。暂时离开佢先啦，烈风天马。咪使知就得啦！阿柔，阿柔你喺边啊？认下我啦，阿柔！你哋咁做法真系好烦啊！啊，大道子，本来我对冇预约嘅客人会请佢食闭门羹，唔会见佢嘅。还翻阿柔俾我！哼，还翻俾你，你咁讲法系咪有啲荒谬啊？天同柔是暗黑星云的一份子，所以他有义务将自己最后的力量都完全奉献给龙牙大人。你跟我收声啊！
你对阿柔做啲咁嘅事，都仲有当佢系自己人咩？自己人真系好笑。你会唔会系搞错咗一啲嘢咁呢？吓？哦，对暗黑星云嚟讲，佢哋只不过系棋子，系为咗将龙牙大人推上世界嘅顶点，所用嘅一件工具嚟嘅啫。既然咁难得嚟到我哋呢度啦，我就大方啲俾个机会你，等你同天同游一齐做龙牙大人嘅大餐啊！吓！哎呀，你求其执个陀螺嚟都觉得向我挑战啊！你咁做真系太过睇小我啦！开始啦，三、二、一 ，Go shoot！ Shoot！ 暗黑战咯！你都是乖乖地做食物打了。好彩都不过及时赶到。兵魔，哦，一个人打低晒成队精锐部队，只不过就算你打低晒佢哋，咁又点啊？睇你而家个衰样啊，应该都已经消耗咗唔少力量。不如等我嗱嗱臨令你輕鬆啲啦！暗黑戰咯，華麗北陽。俾心機，各位，唔好有事，求下你哋。面對狂毒巨蛇嘅猛攻。烈风天马完全是束手无策，钢银河选手你会怎做啊？怎样？是不是好痛啊？不过我不会让你只是受咁少痛就跌低的，你要努力反抗，不断地反抗来给我看。做什么会这样的？你跑得很快的，为什么现在好像不懂跑那样啊？冰魔，不用担心，没问题。白羊，羊角炮，未够道行，仲有啊，撕裂佢，暗黑战咯，华丽白羊，唔好谂住走得甩啊！羊系豺狼嘅食物，呢条系自古以嚟嘅大自然定律。做乜嘢啊？睇你呢只山羊，都已经谂唔到任何办法俾咗豺狼嘅追捕噶啦。如果我哋输俾佢嘅话，咁阿柔，烈焰射手，对唔住啊！好啦，而家解决你啊！去啊，暗黑战咯！烈焰射手，健太，雕虫小技，暗黑战咯，暗黑咆哮人，可以啊，暗黑战咯。唔好意思噃，你两个到此为止噶啦。好啦，你两个已经输咗，又要乖乖地做龙牙大人嘅食物啦。吓，嚟啦！吓，哦，吓，系你。
给我来未来。光り輝く汗、今から行くから待って、逃げずにほんのちょっとだけでも OK、 我来未来。いろんな思いがこんがかって、思わず負けそうになって、それでも確かなもんは心に一つだけ。光り輝く汗、今から行くから待って、逃げずにほんのちょっとだけでも OK、思わず泣きそうになって、それでも確かに。